健康，所以药师佛嘛，消灾延寿，药师佛，健康、有钱、家庭和谐。那第二个愿满我们什么愿呢？药师佛要帮助的是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，念一下，没烦恼，解脱自在。那药师佛就要给我们一个正知正见的意思了。药师佛的12大愿。那第三个要满我们的愿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来找到原来我是佛。啊，药师佛要帮助我们身体的福报，心理的解脱，更重要呢，找到我们自己的佛性，跟药师佛一样的慈悲心、慈悲愿，帮助别人。简单的说，如果一个医生呢，花了很多时间、金钱去得到一个医学博士，然后人家就介绍他去大医院做大医生，以后可能会做院长。当然，他有这个技术，但是他开悟了。我在台湾，我很佩服啊，很多意大利的医生、法国的医生都是天主教徒吧，神父，免费的在我们乡下服务那些最可怜的人，这伟不伟大？太伟大了，这个就是药师佛啊！这个已经走入佛的心，这个我们叫实相，实相真实的。所以我想，佛教的修行不离开这4个字，念一下：一心念佛，就是要把佛的心念到你里面来，用佛的心来过生活，这是药师佛的本愿。所以药师佛希望我们外表跟他一样，琉璃光的外表，啊！药师佛希望我们的心跟他一样，正知正见。药师佛希望我们的心跟他一样，来菩提心。药师佛希望我们大家，希望将来往生了，药师佛会派8个菩萨来带我们去哪里？极乐世界。这是药师佛的愿，啊！所以，因为如果你去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将来会做什么？到极乐世界，任何一个佛的世界，最后只有一个目的，什么目的？成佛度众生。我想各位这个一定要抓到。我们今天来供养药师佛，当然等一下要做花香啊的供养，这个叫物质的。供养，物质的供养，透过这个由外在的供养找到内在的供养。内在的供养是什么？来，修行的供养。所以各位来学药师佛，帮穷人好不好啊？帮病人，帮没有衣服穿的人啊，帮不相信因果的人，这个就是修行的供养。但是药师佛最大的快乐是什么？各位要做一种最圆满的供养，来，10项供养。啊，由世间的供养走入修行的供养，而达到10项。什么叫10项？爸爸开一个公司，开了50年，终于做得很大。他最大的希望是他的儿子能够接下这个摊子，而且做得更大，对不对？爸爸死都瞑目，都会笑。啊，10项的供养就是说，我们每个人都念一下，发成佛的菩提心。这个是最高的，我们要做药师佛，来帮助众生。所以讲到这个，以后澳大利亚最好开一个药师佛佛学院，不是来读书啦，很多人是来读书，很多人我也要出家，但是他不想要服务众生，他只想要理光头，那也不算。啊，他只想要吃素，他只想要不结婚，啊，不结婚来出家多快乐，这样。那个都不是药师佛佛学院，因为我们要学的是做药师佛在做的工作。那药师佛发12个大愿，啊，那我们去实践这个愿，那就对了。所以希望各位今天就来念一下，今天成佛，好不好啊？不是身体啊，心。就像我去监狱里面，我都会讲一个题目，他们觉得很好玩。我讲的题目是什么？今天就出狱。每个人眼睛都看我，你怎么出狱？你有神通啊！我讲的是心出狱，人继续关。因为你这个身体做坏事，你5年，但是你心脱离这个监狱，那你心就自由了。所以各位，你不能问我说，师父如何修不生病？我讲的是心不生病，不是身体不生病啊。只是，请问身体是你的还是不是你的？真正的智慧叫身体不是我的，身体是爸爸妈妈给我的。 身体是地水火风、蔬菜水果啊，空气给我的。没有太阳，没有水，没有空气，也没有我这个生命存在。没有国家，没有老百姓，没有医生，没有老师，那没有人开素食店乃至做衣服，我的生命都不存在。所以各位，你要觉得身体不是我的，不能自杀的，绝对不能自杀的啊！所以。 各位在这一点，因为身体属于父母给我们的，身体是所有生命供养你的，所以为什么自杀的罪最重？自杀人很痛苦啊，比如说哪一天你从9楼跳下来，9点乃至晚上2点不管，每天你都要跳一次，你不跳就2个无常鬼给你抓到楼上，再把你推下来，因为你要享受几百万次的自杀，因为你自杀一次。 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不想自杀，不想自杀怎么办？叫抓狗腿，福建话，你要抓一个来自杀。那他们就有这个执着。实际上，你抓一个来自杀，自己更苦，但是他太痛苦了，他就认为抓一个来我就不用跳，你来替我跳。所以自杀人有这种痛苦。然后等他这种痛苦完了，自杀完以后要下地狱做恶鬼，做短命鬼。然后呢，将来投胎做人还要7次自杀。 然后7次自杀完了以后，换他最爱的人自杀，自杀1次的业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所以佛陀叫我们一定要忏悔业障，啊，这个业就像你在电脑里面已经灌入这个软体，每次一打它就会跑出来。那各位一定要把这个业忏悔掉。那你要忏悔，那就是黑暗的地方，你只要把光明点亮了，黑暗就不见了。 所以忏悔就是这个意思。过去你，所以有一个菩萨跟我说：“师父，我堕胎1个小孩。”另外一个菩萨说：“师父，我堕胎3个小孩。”哪里不一样？当然，在业报3个比1个多，但是在忏悔来讲，不怕你多，就怕你没惭愧心。啊，如果你有惭愧心，1个灯可以让很大间、很小间都亮起来。如果你有抓到这个，为什么？念一下：佛法无边。 法力无边，相不相信？相信就没问题了，不要担心啊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佛性啊，你只要按照，那你要如何达到佛法目标？念一下依教奉行。各位，你只要按照你读《地藏经》，按照《地藏经》去做就好了；你读《药师经》，按照《药师经》去做；你读《阿弥陀经》，按照《阿弥陀经》去做。 啊，很多人读了很多经，那按照经典，经典不会冲突的，经典没有冲突的一天。那你能够学习更多成佛的方法，那当然要读经典，然后按照这样去做。那为什么要按照去做？不能用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情，我们就被自己的想法害死了。那个男人好帅，那个叫想法啊。 然后呢，这个感觉跑来了，为什么上辈子欠债了又碰面了？啊，因为相欠债才会相见面，因为相见面才会相爱，因为相爱才会什么？相恨。啊，所以你姻缘到了，那你就要跟他碰面。所以，但是你要记住，我这个碰面是动机是什么？喜欢哦，痛苦来了。 啊，刚刚讲了，以自私的我喜欢，我讨厌，那你就苦海无边了。你爱上你先生，你爱上你儿子，你爱上你女儿，这下你已经五花大绑了，永远放不下他。那怎么办？离婚吗？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把爱情变成慈悲可以，慈悲没有恨。 慈悲充满原谅，那可以啊。但是如果爱情是一种占有，那你太痛苦了啊！因为随时会变化的，感情会变化的，外表会变化的。所以在这一点，各位啊，听佛法，了解道理，了解道理以后，改变自己。这个叫什么？念是来对治烦恼，消除自我，调伏内心，征服自己，好不好啊？征服自己，因为是自己把自己弄得很痛苦的。没有一个神要让你痛苦，没有一个佛要让我们痛苦。啊，都是因为我们一个错误的想法，执着有一个我的存在，我爱我恨，我喜欢我不喜欢，而造成我们很痛苦。所以佛教啊，要我们有空性乃至禅。什么叫禅？再念一次，无我的智慧啊，叫禅。今天有一点热，对吧？会热你就脱衣服吧，啊。有送一点空气吗？好像没有啊。那我们就忍耐吧，为了听佛法啊，这个叫修行。越苦越容易修啊，所以越不舒服越不会打瞌睡啊，所以没有痛苦你不会开悟。如果各位现在很快乐很有钱，你就不会来，那叫天人。天人就是骄傲。骄傲了就自以为是，他就不会听佛法。那人比较好，又苦又乐，多苦少乐啊，就像上班一样，上班29天，一天拿到薪水，刚好买一个轮胎，因为你要6个月才买一根柱子，对，所以你没办法每天快乐啊。但是有时候会想一想，人如果为了欲望在生活，还真的是折磨生命呢。我们有一句话是不了解生命，生命对我们是一种惩罚，从生到死都让你痛苦。所以有些人很有钱，到老了得了一个病来自癌症，他躺在床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样？我哪里做错？我曾经碰到一个很出名的校长啊，得到淋巴腺癌，然后他就肿很大，医生说不能开刀了。他们叫我去看他，那个伤口一开，里面都像虫一样，我看了都会怕，啊，然后呢，当然这个校长那时候有一点点会讲话，我知道他很怨，他从一个贫穷的家庭努力的读书，努力，结婚，把小孩子都培养成博士，现在他很痛苦。但是我跟这个校长说，校长，人有前世，为什么你那么会读书？为什么你隔壁的人不会读书？这是你有你过去是尊敬老师印经典给别人，你种了一个很好的因。但是虽然你有这个善业，但是你也有恶业。念一下，善恶不抵消。这个记住啊，比如说你过去杀了一只老鼠，但是你现在天天去布施，那你这个杀老鼠的业还在啊，不抵消的。除非你有惭愧心，啊，我今天杀老鼠，我要忏悔，而且我去布施呢，用这次我杀掉的老鼠的名义去布施，向他忏悔，又帮他修功德，他高兴了，他超度了，那就不会找你。不然善恶不抵消，所以在佛陀之前的6个玉皇大帝，除了佛陀那一世的玉皇大帝，皈依三宝，懂得忏悔、持戒、布施，这个玉皇大帝后来还升更高的天。前面的6任的玉皇大帝，每一任玉皇大帝寿命3600万年，最后通通下地狱、恶鬼道跟畜生道。啊，佛陀就做比喻说，其中有一个玉皇大帝非常孝顺父母，也帮助穷人，但是呢，他喜欢家里穷嘛，就去杀那个蜥蜴四脚的蜥蜴来吃，因为他家里穷。这2个业，孝顺父母、帮助穷人，让他做玉皇大帝。那玉皇大帝的福报享受完，杀蜥蜴的业报，让他直接堕落动物被杀，这样。那这个是善恶不抵消。所以我想各位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在修行，各位每天一定要拜忏悔，忏悔我们过去世乃至现世的恶业，